来念歌咯。昔时献文花如阵阵，故事拄啊讲到廖天顶红过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要会记哩偌济？哎呦，崩坑了！来泡一杯温泉米，你在边头路过年啊？泡一杯咖啡，喝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，小高杯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父母话。暖暖詹文溪，咱的故事叹万代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詹文溪电台制作，讲师主持。肉米肉粽肉丸真好吃。台语文学开心花，咱的故事叹万代。欢迎收听今仔日暖暖全部客节目。空中好朋友，敢捌听过一句俗语讲：第三查某囝食命，食命的人甲食力的人无共款。吃力的人爱靠家己的力量打拼生活，吃命的人敢若靠命运就会当享受幸福。至于为什么不是大汉查某囝，嘛不是第二查某囝，而是第三查某囝吃命呢？今仔日咱要介绍的这个故事，就是要甲咱讲这其中的缘故。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萧凌春老师编写的作品。第三查某囝食命，大汉姓秦，名好业，人拢称呼我真好业。唉，好业是好业，也无半个后生当传香火。老的啊，人讲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。咱也免怨叹，大囝婿、二囝婿嘛对咱袂歹，两个伴子斗天嘛算一个后生，啊，答对啦。要个生做水个巧，咱嘛会得过，甲招一个应该是无问题。讲到这个叫啊，伊唔着买，要甲做古城单啊社，伊也无爱；要甲做咸水港黄啊社，伊也无爱。佫想要甲招呼配菜，我要去学历史，卖戆个啦。阿爹、阿母，女儿甲恁请安。安，要安去倒去。讲囡仔咧，你若阁唔嫁，你唔通怨叹爸母无法度。查某囝饲甲变做高婆，出去是无咧菜高婆。阿爹啊，你免烦恼。古早人讲，好铁唔怕菜刀。嫁着歹翁不如无，嫁着有钱翁，嫁伊变作彩花香。哎呦，查某囡仔啦，愈讲愈唔习惯，唔通三百话讲未煞。好啊啦，你讲煞话，老爷，你敢唔捌听过？姻缘天注定，唔是每人脚高行。
珍珠真美大，无买人也是家己走。金车真三配，无买人也是家己嫁。阿娘，查某囡仔人幽默菜鸡命，一个人一款命，您放心啦，命生得骨，牙刀下未脱。臭头啊，买做皇帝。水鸡鹅，活跳跳的四脚，未穿甲嘛哦，买买水鸡无？欸这个敢不是臭头乱意的水鸡兔？好啊，这无恁的代志，入去。来，恁啊，把迄个水鸡兔叫入来。老爷，你要水鸡是无？恁厝还有啥人？无啊。一个人若饱，规家口仔拢饱。啊！你大队有老无厝，看遐摇望古，见地家后的三四见地家后，查某阿妹啊，查某，食到二十外，到今也未娶。安尼好，玉啊，你出来，我甲我第三查某囝嫁乎你。老爷。你唔爱滚笑咧，文人大师袂滚笑的。加拿呢有迄个天顶落下来的礼物，哪会唔好？好，安尼就随时带过门。但是要安怎带？就安尼带转去咯。唔好啦，就安尼带转去，就安尼枵死。哼，玉啊，唔是讲你食命？好，食命就食命，好歹天注定。好啊，你先使唔食，要食去食啥？我着甲你嫁予水鸡兔，看你偌好命。水鸡兔，即时就安尼带转去。好，就安尼带转去就好。无，转来去哦。如你拜别爹娘。受女儿一拜，都未死嘞，拜啥？等下，紧等下去。无停无止，对天顶落一个帽落来，水鸡兔啊，穿着金玉。真欢喜，继续抓水鸡。有人山里探食，有人海里讨猎。我水鸡兔啊，水鸡就忙抓，无就拉无通食。人咧做事是伫日时，我抓水鸡就爱暗时。日时世间做人无得比。想到艰苦真伤悲，怎哪有一个黄金翁仔破去？啊，人若衰，种毒啊就生菜瓜。我大概吼，前世人弄破人的金刀翁仔过来，好啦，含粉啊生瘤，拄着啊，摕一个物件去砍你，莫互伊吹风头入。金当当，自我生目睭看白白，嘛唔捌看伊。水鸡兔啊，好心想要把金翁啊藏起来，看到翁啊内面甜甜拢是金当当的物件。这时阵，土卡雄雄传来土地公伯的声音：水鸡兔啊，袂使乱来。这金针是
你问天的，你袂忘记。不过带念你这好心，你会使摕两块金砖转去，剩的看无好。啥？这是金砖哦？还会使摕两块转去？哇！一声爆死啊，爆死啊！一天抓双只，有够好康的。水鸡兔啊，你若找到李孟谦，才带伊来吃。李孟谦，好，我若找到，就随甲伊带来吃。好，你讲白啊，多谢你哦。那，就紧甲伊看看咧。李孟谦姓李，我嘛姓李，安尼算起来，嘿嘿，阮同个呢，甲伊砍较捌的，有这两块金砖，较紧转来甲阮水某讲，我唔免暗时阁出来掠水鸡啊，我嘛唔免阁予人叫水鸡兔啊。经过一冬后，金玉生一个后生，抱婴仔返去外家，要予金冠月好名。老的啊，自从咱家叫来嫁予水鸡兔啊，已经冬我了，他唔知生也死，无饿死嘛寒死，拢嘛你啦，无采一个查某囝生做这尼啊巧，搁这尼啊水，上无。嘛，甲招一个啊，通团香炉香。阿爹，阿娘。努力回来给您请安。哎哟，无啥事哦。你看啦，穿到这呢啊破衫，我一个心肝宝贝咧。哎，哪有这个红鞋啊？阿娘、阿爹，伊是恁的外孙啦。有影哦，啊，那是弟媳妇的，号做什么名？什么弟媳妇的？都无咧嫁无过，今仔日拄好满月，抱转来要予阿爹贺名啦。来，今仔看一个金孙嘞，啊，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的。像我双脚夹两粒蓝帕，是查甫也是查某的。呀，看起来阁真壮哉。来，金孙你嘛甲抱看卖嘞，阁当欢迎欢迎呢。哪有安尼抱过手就靠袂煞，真正无人个，无人。若毋是整家第一个查某孙，我着甲蹲咧涂骹，卖哭啦，卖阁哭，点点才甲你笑。你看，这是门槛呢，这步够好呢。阿爹，请你甲孙仔号名。这个囡仔甲门槛真有缘，安尼好，就安尼，就甲号做李门槛。号做李门槛哦，多谢阿爹啊！啥？号做李门槛哦？水鸡兔啊，袂使乱来，这金针是李门槛的。啊，原来土地公伯啊所讲的李孟谦，是我的李阿兔的后生。阿达，报喜啊，报喜啊！搁再经过一冬后，金冠月五十岁生日特别到了。
大汉查某囝真金，甲大汉囝婿高明，两翁仔某咧想讲要做啥物礼数来甲阮月做生日。高明啊，顶日啊，阮阿娘讲，阮阿爸要做五十岁生日，无穿一个啊礼数，是予讲生意人光大肥，袂使呢。啊，一世人嫁甲唔正切。丈是卖肥，哥是卖死，恁爸遐好个，什么嘛看无够重？但是什么无够重啊？两翁仔某当咧参详，第二查某囝珍珠甲第二囝婿赵大庆拄好来到。大仙的啦。我一入门就听你讲，什么无够重啊？无啦，啊，着丈人爸要做五十岁生日，想起来大头就重啦。啊，这唔开小款大代志，有一个水果套啊，通互咱拼呢。你是伫惊啥？都对，讲到迄个水果套啊，双只手，两臂筋。刹那变贵点去，咱青菜杀一个嘛，太阳约得规世人。哎呦，偏偏是亲骨肉，卖个笑人穷，万人富啦。讲真的啦，细神的，啊你都较有，啊你打算要穿偌济去好咧？上门嘛爱五两黄金，才有够看。大青的啊，五两金嘛。有够看是有够看，敢有够重，叫是你偌穿嘞，无影无只。要穿，都唔着乌熊汽水咯。若要穿，大仙的嘛穿无落你来。好啦，三分急烧啊，食闪去。你五两金啊，我五块元宝啦。啊，水气透啊！五只水鸡，平平五个啦，七啦，唔好笑白啊！讲四十岁年年差，五十岁月月差，六十岁日日差，直到五十岁才知影俗语讲了真是无错。老爷，今仔日是你五十岁生日，你嘛讲一挂较好吉兆哩。寸讲讲无义的，今仔日查某囝、囝婿拢要转来甲你做生日。卖阁念东念西啊啦！啊，哪会袂念？无采咱前门归万千，无半个子孙啊，通出人前。阿爹，阮全工倒来甲你接收呢。大夫大人，这五块元宝，甲恁接收，祝恁五世吉祥。阿爹，阮半工倒来甲你接收呢。家父大人，这五两金啊，甲你祝寿，祝你五子登科。啊，我走卡真无用嘞，啊无，金妹，主啊，无恁入来斗卡手啊。阿爹啊，女儿甲兔啊，转来甲恁祝寿。转来就转来，搁赶水鸡笼啊。哎，大青诶。饭会使南山食，话袂使乌白讲。什么五子登科，咱三个半子斗起来，上济嘛才一男半女，要倒生五子登科。大姐夫，先做三个半子斗起来，上济嘛一男半女。哼，啊，阮两个较有人伴呢，斗起来嘛才一男。啊，另外迄个唔正人扮的，佮掺迄个食命的，互赶出去的，上济嘛才半路，也无是啥。
人讲仔婿算是伴子，安怎算是伴侣嘞？伴侣，都对，也无熬到丈人爸的生日，用迄个餐来做生日，有够夭寿哦！剩万要叫丈人爸，亲像餐来讨囝为囝死。嗯，我这在北的呢，才无亲像恁傲甘抱人面。好啊，点点，两位姐夫高高在上，唔知恁的餐房主题要卖偌济嘞？嘛讲一个啊，来品尝一个。哼，听去啊，最近这个档哪像有春瓜？安怎？你想要买是无？脚床几只毛，看现现的啦。那你要买，我的餐房主题五两黄金条啊！大仙嘞，啊你嘞？哇，你都遮慷慨啊！我要安怎？安尼啦，我的啊五块元宝就好啊。唔过爱随体出来哦。安尼好，就安尼讲定。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阿弟啊，请您作证。有啊，你实在真格啊，真格。恁姐夫讲话算话。啊！那你无法度买嘞？阮只甲因做三等的奴才。好啊，你咧约，就予你约一个较得得的，就安尼讲定。女儿遵命。阿土啊，阿爹的礼数赶来。哦，这当歪歪呢，正刚在放。倒出来。唔通啊！无菜呢？这五块金砖，祝阿爹五福齐全。笑死人！砖啊角，包金箔啊，加金角。都对，那准讲是真的，嘛是阿爹的。啊无，咱拄啊讲定的，无准算好无？无咯，我也欠一个查囡仔，哪会使就安尼无准算？大姐夫，你要准算无？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好啊，我猜唱曲，唔知死活。阿土啊，最近人啊，赶来。哦，要搁赶来哦，但歪歪呢，就正刚在办。倒出来。卖啦，唔对，听无嘴豆腐味才对。阿达，惨啊，去了了啊！唉，这是一人一款命，好歹天注定。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第三查某囝接名，
是由萧凌春老师原作兼编剧，剧中的人物袁月真好演，罗多子演出，袁月母郑秀基，老素丁演出，大汉查某囝金金赵玉华演出，大汉囝婿祝高明林水坤演出，第二查某囝珍珠陈美兰演出，第二囝婿赵大庆周德林演出，第三查某囝金玉韩婉演出，第三囝婿李亚涛张志宏演出，土地公林水坤演出，口白罗江树演出。Thank you.